今天去和妈妈办理爸爸的销户，同时也把他的残疾人补贴取了出来，跑了很多个部门，开了很多证明，终于弄好了。从此以后，爸爸的信息就从这个世界上抹去，但是他永远会存在于我深深的脑海里。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，今天妈妈也提上行李去广东了。那财产，咪要忘记咪丢，身份证那张。早上七点半，妈妈就和老乡出来等车一起下广东了。早早的就看见猪肉佬就起来卖猪肉了，远远的就看见去广东的大爸缓缓驶来了，看着妈妈上车的背影，十分的舍不得。上去了，雨冻坏我。你的干先嘛到了。嘿嘿，走吧。老西，问你吃个鸡蛋啊，今天妈妈去广东打工了，明天我也要出去喽，以后就留你自己在家看家护院了哦，要记得想我好不好？我怕我下次回来不记得我要办事，专门弄了也是。哎，最讨厌的就是离别了，但是人生中总是处处充满着离别。来，吃吧，多吃一点啊。这个月里面都是希姐一直陪着我啊，所以说我对她有深深的感情。然后就是我从小就看着她长大的，哎呀，哎，来多吃一点吧。小希，你要记住，分开是为了更好的相聚，别把我忘了，爱你。小希。